好啦，又到我神秘怪叔叔偷袭亚洲玩具展，系咪食紧饭咧？好多朋友应该又系啦。而家香港人食饭时间咧就好飘忽嘅。好，有人应我多谢晒你哋先啦。首先like嗰个，冇错啦，海洋堂嘅大名你哋都唔出影啊！尤其是我哋啲老玩具迷，唔好老，即系资深玩具迷，冇理由唔识呢个鼎鼎大名嘅海洋堂。好啦，咁啊，而家好明显哦，真系偷袭，点解咧？因为咧，佢哋走晒噶啦，哈哈哈哈。咁咧，不过唔使惊，你想见人咧，有办法。听日留意住，晏昼两点零至三点，我哋咧就会访问海洋堂嘅，应该系社长系嘛，恭喜寿日先生，哈哈哈！千祈唔好走开啊，今年终于可以野生约定捕捉啦。咁听日咧，我哋会揾阿恭喜社长咧有一个特别嘅专访，问佢啲咩呢？我相信将会有突破性嘅访问，唔会问你，哎呀，嚟紧呢个市场会有啲咩进展啊？啊兄弟乜嘢嘢啊？海洋堂咩大计啊？点样啊？喺中国市场度系啊，即系点样去啊？有啲咩方向啊？走啊？呢啲人哋同你讲嘅，你都唔好觉得即系好真啦、啊，系咪先？啲商业秘密嚟噶嘛？听日同佢讲下粗口。嗱，我只台唔讲粗口嘅，但系咧头先好。寒暄嗰陣咧都好笑，佢話：哎呀，我唔知道我會唔會一間講個粗口咁點算啊？我話唔緊要，我係日本粗口或者粗啲嘅説話，我哋唔係好明噶嘛嚇，咁唔緊要噶嚇。聽日睇下嚇恭喜收一社長，其實就由由細見到佢大噶啦。咁啊睇啊 Hobby Japan 嘛，電機 Hobby 嗰啲見好多啊。咁啊真人都見咗幾次噶啦，咁啊聽日真係可以親身訪問佢啦。好，我哋去睇嘢先。好，影住兩隻大笨象。咁點解大笨象呢？咁其實我而家左手唔係好叻，所以咧大家唔好怪我。咩話？問佢個模型山有幾高？啊，係啦，冇錯啦，問佢究竟你嘥咗唔係用咗幾多錢買個模型山？有冇後悔過呢？你會唔會將你好一部小部分嘅收入買曬模型？究竟你為乜呢？係我問一問呢樣，係好提議啊！唔該曬啊，係咪 Ryan 啊？喂，唔該曬，你好題目。喂，有 friend 見到話，諗一諗啊！即系听日咧，问阿工协社长咧有咩问题想问佢，即系难度高啲得噶，因为我哋呢啲咧玩具 TV 就系咁噶啦嘛。即系我哋唔系净系得个玩字，但系即系太过吓、official 嗰啲，唉，睇杂志睇到啦，系嘛，睇网上睇到啦。好呢、這个系咪超人迪迦？唉，好彩有牌睇睇先，我几惊 up 咗，有个同佢好似嘅朋友仔噶嘛。呢、这个系，咦？睇睇先啊！嗱，好多人会问啦、啊，呢、这个系咪 action figure？ 我唔答你，你自己嚟睇。好，左手系点咧？嗱，其实海洋堂咧最出名系啲好细型嘅雕刻同埋上色。哇，咦？争啲爆咗粗口。嗱，虽然我系唔讲粗口，但系都会讲啲比较粗俗啲嘅嘢，譬如濑嘢啊，嗰啲咧。但系咧，真系想噏个嗰个字嘅，点解咧？唔系，梗唔系闹啦！竟然出咗套咁细，大概1:32套嘅尺寸嘅伊达正宗嘅盔甲，有冇搞错啊？呢只嘢死得1月份会发售，哇！如果就系出一个啊，咁啊有一个梗唔会有第二个噶啦。喂，呢 OK 喎，喂，如果又都系咁咧，冇得顶啦。几时咩啊？几时砌啊？你都系好问题嚟噶，即系，但我谂佢都唔知道答点答你咯。啲模型有时唔系砌噶嘛。喂 ，OK 喎、啊，呢扎嘢，哇，好精神。嗱，有少少翻翻咧，我哋十几年前储核弹嘅年代啊。哇，嗰种嘅惊喜喺翻度啦。嗱，呢个 X-wing version 嚟噶，大家抛都紧要噶。食饱饭因住呕啊！呀 ，Alan 啊，如果咁样做，我就同你打个招呼噶，即管啊出 message 出啦，我都多数应到你哋。即系好奇怪，反而一条友做咧，同你嘅互动可能仲强，因为咧冇错，呢题纯粹佢个资源问题，睇唔到 George 讲乜添，算啦，唔系真系出血，唔呢套头先嗰套正啊，嗰套真系正、啊，影多次先，转翻个弯先。影佢背后仲有啲嘅，哇！呢套其实已经有盒咯，哇！只就出货，一出货，哇！死得啦，死得啦！
做兼职啦，噶 O K 喎呢套，嗱呢套真系翻翻来啊，翻翻来，好睇下呢边 Eva 嗱，咁呢个咧，如果佢喂呢个都系唔错喎，我睇 show 啊开心啦，有啲嘢开心啦，睇 show 呢套唔错喎，呢套。但剛才呢他們在這裡不好意思這樣拍法呢好像不太禮貌，還有他猛地說話嘛，現在他走開了即是收工呢，我想亂按就行了， OK 喎，好東西，海洋堂我覺得回來了，有些東西即是大師兄回來了，那個什麼 Ryan 行一轉做鴨都搞不定，不用吧，是吧，這些財經金融界句子來的嘛，咩话云 X 咩都冇嗱，咁我唔知道，其实 band 我未影喎，坦白 situation 好密封噶，我都唔知点解入唔入到去，我惊话系俾啲日本嘅武士打翻出嚟。咁我你有冇人赞助忍者服啊？即系如果我着忍者服入去嘅话，即系起码大家都见系乡里嘛，即系至多我可以掉飞几个吓双院流星锤啊，又或者系啲铁蒺藜啊。大家鬥鬥掉下都得嘛 ？OK 喎呢扎嘢，喂呢扎 Eva 咧有 Eva 嘅形喺翻度，但系細細粒容易食喎。咦，原來其實海洋堂啲 OK 嗱，我唔知道有冇人知道咧，其實出咗味嘅呢個舊嘢咧，我見喺網上有啲圖片都係呢只粉粉地粉粉地紅色嘅，我見過，原來真係幾靚 OK 喎。因為海洋堂在這個比例裡面似乎稍稍是有些即是遜色了，比起其他 Bandai SHF 啊 Medicam 啊 Mavax 那些呢13號啊、哦、我其實真的不知道，不過問題是即出了味了、啊、喂你真的是一個字典來的、哦、你其實 keep 住看我們的節目呢，你 keep 住在 support 我們的資料呢非常好的、哦、喂這隻咦看看先Hong Kong Limited Edition 喎，睇到啊 ，Hong Kong Limited Edition Slick R 120蚊，香港金版，哦呢度呢只先系橫山雲嘅金版，好似講過記得，不過咧，尋日見到，咦佢電導件嚟嘅，電導金件嚟嘅，可能要自己砌大成個電導曬嘅，即係話好啦，要自己俾心機做啦，但係120蚊係咁噶啦，差唔多啦，嗱講明係得。有貨的，有冇限量幾多？冇 ，limited edition 啦，總之就係康特版。哇，咦，有得諗喎 ，SF3D 係啊，黃道呢、這個比例就 O K 喎。講到走音啊，呢排可學陳豪嘅呢、這個比例，但係呢色啊就玩正色都 O K 喎。我唔係好熟呢、這個嚇呢、啊這個死啦，呢、這個 SF3D 我都覺得好嘢喎。有啲驚喜喎、哦，好啦，嗱咁啊唔使講啦，今晚嘅節目裏面呢我一定會一路旁述，就一路都係口水多個原則呢，就係要講下我哋玩具界裏面一啲嘅事情日事。嗱佢動物系列就我覺得佢係即係接近係子貢向係咪？子貢向拋下啲日本書包先，即係限定金色。嗱，你问呢个问题咧，问得都好啱嘅，但系咧，我点答你呢？模型嚟噶嘛，系咪？你要剪噶嘛，咁啊有冇啊？你嗰个问题答咗你啦，系咪？系嘛，阿学家 ，Eva 啊 ，Mark K 系还无有爱物，同时系地狱，应该会有噶啦，系咯，答咗你啦，一定有啦，好醒目啊！你自己答自己得啦，誒呢啲嘢我唔方便講。嗱、这个、呢個咧好睇，可能係 custom 嘅，自己咧用一扎骷髏骨頭咧砌嘅，好巨型嘅。喂，原來咁砌喎，哦，好有藝術氣味喎、哦。哦，咁啊當然喺啦，已經都喺藝術家喺前面行過。咁原來咧海洋堂嘅隔離咧個對面咧就有個香港一個好勤力嘅藝術家喺度。咁啊得閒先訪問佢啦，因為點解佢勤力咧？佢仍然砌緊喺度，係咪？咁、啊、可能佢就手腳慢啲啦，手腳慢咪砌得矮嘢啲咯，手腳快啲咪收工咯。咩話？
有隱藏税口，哦，係啦嘛，有隱藏税，即係你未必甩咗嘅嗱，其實都公認嘅技術嚟噶啦，梗係隱藏税口啦，唔係點搞啊？你咁一剪咗劈一聲，成嚿嘢黃色咁樣，你又唔翻噶嘛？係咪啊？幾靚嗱，相信可能台做多啲嘢噶嗱，我就總之就我唔會影到你唔嚟啦，我影到你係想嚟先得㗎嘛。哇，這套呢套咧？咦 ，exhibition only 啊，咁即系点咧？新嘢嚟噶噃，哇！佢嗰个咧左上嗰一只咧，佢做到嗰个风吹起嗰个布嗰个卷啊嘛，睇啦，我唔知系乜啦，好 fabric 喎，好个动态做得好靓喎，啲雕刻真系果然日本嘅雕刻师系有一真系有一手噶，你吓，佢能够可以完全复刻翻咧。在日本你嗰啲廟宇啊，見到嗰啲嚇四天王嗰啲咁嘅嘢，我咁樣講啦，冇話錯咩啊？風袋，哇！咦，你咪講真啊？我都覺得佢似風袋咯，但係做得幾好喎，上色都有。嗱，佢話不係荷卡啫咩咁啊咁嘅咩意思啊？滴汗咁樣嚇，嗯 ，Ava 大愛係啊，就真係呢嗱呢幾隻咧，我懷疑咧冇得噴咪啊，咦佢游得好靚。嗱，呢幾隻佢就冇話係即係非賣品，但係頭先嗰幾隻四天王咁啊睇咧就話非賣品。好啦，我係咁樣影少少，都係轉翻右手，影翻少少嘅 Ava 埋一尾先。嗱，海洋肚我 end 嘅，我唔想買斷啦，即係希望留翻即係繼續去咩？肯定係封神。嚟噶嘛？哦，知道，唔该。咩话？麒麟、哦，其实好似有得卖过啊，嗰两只就咁啊。呢啲又系另外啲 Ava 啦。哇 ，One Two Three Four Five。其实我目测又见到就咦，13只齐晒。嗱，我软应啦，五加四九，九加四三十二，唔系、哦，16只嘅，有冇人答到我？点解16只 Ava 嘅？好，封神雷神竹谷主理 ，I want to see 欧差咩？迪迦影咗啦，你一间倒带好唔好啊？非卖品嘅人系啦，咁嚟睇下啦，30蚊啫嘛。嗱，影一次呢个会场幸运版嘅金丝 SF3D， 呢个系几诱人喎。嗱，装影少，你自己去吓睇啦，点样系咪隐藏嘅水口？影多阵啦，其实嚟到你现场，你见到实物噶，你可以知道。你问埋我几次，好难答你喎，阿 Tenson。有量产从，我望一望有冇价钱。嗱，现场系冇价钱嘅呢排。咁咧，我目测咧就冇得卖咧。嗱，我喺度缩埋，嗱，好快速啊，小心。好，得呢扎嘢。香港限定版，咁会唔会入面有其他嘢？唔知道，真系要嚟一嚟啦 ，sorry 啊！阿 George， 你讲 ，George 话要声 ，George，OK，、okay, 好啦，咁影呢度影，好啦，啊呢、這个咁宏伟嘅背面啦，就我哋马老师。以身发型喎，马老师，我唔特登访问你啦，你做紧嘢，我唔特登访问你，系啦，咁样已经好好睇噶啦，因为马老师咧语重心长啊，我讲说话嘅，呢排见佢瘦咗吓，可能辛苦啊，周围跑，内地啊、香港啊、台湾啊，周围跑，咁啊见到只牛啦，传说中嘅牛就出现啦。咁咧，哇，好大嘅地台喎！呢、這个唔系连埋系嘛？唔连哦，得啦，佢细得我唔连。哦，呢、這个就连牛头嘅，好啦，哇，呢、這个好有型喎，就系下一波啦，系咪？呢只系咩啊？呢一只咯，都系牛啊。系啊，打开咗牛头入边嘅。哦，好，得啦，有解说咗啦，呢个打开只牛头入边嘅，见到真身里边只嗰只好似又唔都系牛嚟嘅，似牛啦，你话牛嗰啲样啦，似似啲牛啦，有长只角嘅。吓、啊，
你话似嗰啲四大天王都得嘅，啊唔紧要啦，总之系新设计，唔系原设，原设，唔咩唔该晒哦。好，咁啊，即系牛头见都第一次见到，应该。嗱，大家唔使担心，个地台系唔连噶，因为连地台有时大家又冇又话冇啦，有又话太大件啦，同埋贵啦，啊，你知道我哋噶啦，系咪？所以唔紧要啦。好啦，悟空啦，啱出咗街啦。好啦，咁咧当然啊，限量版咧就应该有啊，咁大个台。好啦，咁另外应该仲有啲限量版嘅狮子咧，个狮子咧唔知边个玩打机咧，可以好大声咁喇叭。好，我哋闪啦。好，见到我哋快快的个啦，我哋呢啲唔再嗱一靠边走艺术社艺术空间，好 F 十四。好啦，我哋唔影太多住，系一扎胶喎，年青人嘅胶品。好，我哋行下先。做乜做乜咁嘈啊？好啊，嗱呢啲大家中意睇系嘛？嗱，原来咧咁样嘅噃，嗱个门有门口开到，哦哦。哇，新鲜空气啊！好，嗱嗱嗱，继续行啊！系 ，Toys Republic， 系嗱，休息紧嘅朋友，影住啊！系嗱，我见啊 Stephen Choi 差唔多啦，影下先。视频好靓喎，佢成个 booth 都好靓喎，好有佢嘅个人特色喎，好好 BB 房咁咯，成个 BB 房咁啊，即系咧，如果 BB 嚟到，妈妈嚟到就好开心见到呢个 mood 咧，其实真系可以做 BB 产品喎，吓、啊，希望啦。你谂下，其实睇紧片嗰啲啊，大老板咧搞夹土豪得嚟嘅名，唔知我讲乜。呢、這个咧真系几啱 B B 喎，你唔好话我做过，我做过爹，做紧爹哋啊。不过女好大个啦，但系如果你如果我女系三四岁留下呢啲嘅排场，系啦 match 晒。好舒服，其实谂下喂，其实有时主动揾人都得嘅喎，艺术家先生。好，多谢你。系啦，真系嘅，其实唔好介意，因为既然你攞咗个，睇下先嗱，英国嗱好惊啊呢啲名啊，好惊嘅大奖名，英国 V W I A 界世界插画专业。早大奖2017啊，你唔系讲少喎。意大利 A 国际设计大奖今年2017喎。嗱，你攞意大利又唔出奇喎，我觉得吓，攞埋英国又难啲，再攞埋日本，即系话三个界别嘅评审咧都觉得呢一位咧爸爸咧嘅嘢 OK 啊，唔使讲啦，啊嗰啲啊大老板啊你。想想这个啦，这出婴儿用品啊，孩子的时装啊，我觉得一绝啦。嗱，关键就喺呢度啦，可时个创作同埋嗰个设计咧，要同呢个商品要连结啊，系咪？你梗系咁啊，你艺术家食饭噶嘛，系咪？你要连结起上嚟，咁啊 very good 啦。咁咧，当然你哋啊识做生意嗰啲人醒目噶啦，一定你自己谂啦，帮帮啲，唔系帮吓，互相帮忙。大家 win-win 嚇，從商嘅可以諗諗。靚啊，同女朋友來的師兄，我叫佢睇睇，你去掃貨係冇錯，你可以叫你睇睇。但我想問阿 Steven 有冇嘢賣啊？有嘅，有少量嘅。咩先？呢啲係咪呢啲？影住呢啲。有朗膠啦，有嗰、那個Polystone 啦，音乐盒、那個。哦，其实都有得卖嘅，不过好笑，有朗胶啦，朗胶啦，我记得再讲一次，朗胶啦，咁原来玩嘅，原来卖，系啦 ，OK， 哦，其实呢、這个嗱 Polystone 有得卖嘅，系啦，做摆设层次一流啦。咁我自己觉得就，哦呢、這个朗胶系咪？系啊。嗱，我觉得最重要系真系咧，除咗系呢个，其实呢啲我唔叫玩具收藏品，其实你系一个摆设嚟嘅，一个欣赏嘅，但系咧最重要就系将呢个 image 同呢个 IP 啊。連結到係一啲商品同埋唔同嘅領域裏面，呢、這個先係重要嘅。其實咧，內地嘅朋友啊，如果睇緊嘅，我知道你睇到嘅，咁啊留意一下啦。呢啲哇，你擺喺你嘅商場，
型到爆啦，唔使讲啊嘛。咦，愉景新城嗰边可以喎、啊，系嘛？有冇搵过你啊？愉景新城？冇啊。可能睇完就嚟搵噶啦，系啦，应该系，因为佢嗰边系好出名嘅，做儿童啊、婴儿生意噶，成个场都。知道 ，OK， 系啊，系啊。喂，真系谂下，有时自己倾都唔紧要，因为我觉得其实而家做生意冇嘢噶啦，即系大家 win win 一齐倾都得。因为我一眼望落就觉得，哇，成个系 BB 房啊，唔好介意啊。多谢。因为我谂你都系想有呢个感觉，好舒服。系好舒服，好 warm， 好温馨咁样嘅感觉，系咯。其实真系嘅，因为啱啱以我所知，阿 Steven 系有个 BB 噶嘛，系咪？个 BB 系两岁啊。两岁半啦，咪咯，咪啱晒咯。咁你冇法子噶，你见好多创作人咧都系match 翻佢嗰个境况嘅，即系通常即系做咗爸爸啲咧，即刻就由一个好凶猛嘅人变成一个温柔嘅人。冇错冇错。不过识阿 Steven 都唔凶猛不嬲都吓。系啊。好，咁啊，祝你成功先啊！多谢。好，咁啊，你留意啦，呢个 buff 咧要型嘅比较特别啲。哎，有彩蛋啱啊 ，Kenny 行过107。Soul Empire 其實很早之前咧，兩年前都介紹過噶啦，喺呢個會展中心裏面一個嘅，即係 Licensing Show 都Steven 同埋佢哋一起出現過噶啦。好，咁我哋走啦 ，thank you， 好，拜拜。嗱，呢度有隻膠，人去樓空啦，我哋影啲人啫。膠男網，阿膠男你去邊啊？膠男你喺邊咧？唔緊要。繼續行，我哋呢一節影多少少唔同嘅嘢先。支棍係有少少反應遲鈍嘅。尋日阿 Roger 喺度投訴就係支棍有問題。好嗱，我咧，悶唔悶啊？你哋，哎，影呢個 Frame Toys。嗱，大家都知係之前咧都有有公司嘅老闆應該係冇記錯係千隻鏈嘅一個合作品牌嚟嘅。系啦，咁咧就相信系其实系大有来头嘅，你睇嗰啲嘢知啦。因为咧佢其实好多铁机巧，其实好多 crossover 嘢嘅，好多 crossover 嘢嘅应该。咁啊哎呦，识玩日系机械嘅嘢，自然就明噶啦。有啲头晕，系咁噶啦，所以你要自己嚟睇咯。系咯，嗱。好明顯啦，千隻鏈老闆同埋 Pico 都喺度啦。呢個應該佢哋另外一個品牌，即係或者合作啦 ，crossover 啦。咁啊，好多機械嘅嘢嘅。咁啊，嗱，輪到機械設定咧，你一睇就知，喂，呢啲冇幾番幾十年功力嘅日本嗰邊做唔到呢啲嘢，其實真係嘅。啊，係好靚嘅呢啲。咁你自己諗下啦。咁啊，啲產品咧就係 transformer 嘅 crossover 嚟嘅喎，係咪咧？应该揾阿 Sandy 嚟睇睇，咁啊 Sandy 你收到信息嘅就你自己杀过嚟研究下，因为有啲应该系新嘅，有啲见过头先嗰两个灰版咧就未，冇计 Toys TV 冇赞助啊嘛，有暂时有啲飲食集团赞助下食饭咁咯。啊，都好好噶啦，我哋好满足噶啦，已经好开心啦。咁其实当然业界有赞助，梗系好啦。吓、啊，不过呢个系一个发展趋势嚟嘅，我都唔怕讲噶啦。咁你做到嘅自然就人哋会揾你啦，你做唔到嘅，你嗌人都望噶嘛，系咪？吓、啊，我自己行内咁，我可以强求啲咩咧？嗱、啊，咁听日咧，我哋都会嚟访问台湾嘅劲女飘飘根。咁而家咧，暂时佢准备紧，我都唔烦佢，咁就约咗佢听日会访问佢嘅。我哋而家现时咧系咁要快立一下，因为咧佢哋有啲好嘢。嗱，唔訪問住噶，哇！呢啲你中意機械嗰啲仲唔死啊，德哥係咪？嗱，呢啲嚇，呢啲你見咗噶啦，我咧咁咧應該仲有啲新啲啊！嗱，我應該近鏡應該，哇！你話舉兩杯啊，咁啊，兩位設計師喺度，聽日先訪問你哋嚇，咁我哋影少少叫做 slap， 係咪叫 slap 啊 ？slap shot， 哇！呢個影啊，呢個我好中意。我系唔记得咗呢个台词，我想讲套戏嘅台词，唔记得咗啦，算啦。嗱，呢度千隻鏈嘅后台，嗱，佢哋咧，其实真系有啲嘢系讲厉害两个字咧，有啲咁嘅嘢。哇，呢个，喂，阿迪嚟啦，你真系嚟，你唔使做节咩？唔使啊，
點解申請咗？其實影唔影樣都唔緊要，其實咁樣都 OK 噶，幾好噶啦。咁啊影多樣啊，的又嚟咗，好似師姐都係咁。我突然間影下行埋嚟，呢度好多人問啊，影下玩具啦。好多人問呢、這個，唔係問啊，即係我覺得呢個係未見過係嘛？未喎，咩嚟噶？千隻鏈嚟噶，因為千隻鏈後台嚟噶。呢、這個定係一千胎啊？係一千胎嘅後牆咯、啊。一千多一成唔係千二零，你咩？係嘛？有分別嘅。另外一條拉嚟。另外拉嚟嘅，佢哋好多條拉喎，有一個頭先嗰個 frame 嗰個機咩機啊，唔記得咗啦。好條拉喎，呢啲哦原來係 custom 嘢嚟嘅，不過都啊小心啊木架嚇、啊，都好正喎、啊，即係改得唔錯啦，喺啲木架的啊，跟住一踩，即係係啊小心啊，有釘㗎有時。好啦，哇呢啲改得好靚喎，嚇、啊。咦，應該立咗好嘢啦，的咦冇喎、啊，我以為你喺 3A 已經搶先嚇、啊，即係用一個秘密嘅渠道先買貨。哦、啊，呢啲嗰邊有幾隻咧？有啲亮點啦，因為咧大家曾經喺網上邊咧，某設計師、某流性設計師就 show 咗佢一個一比六嘅原型出嚟，佢又玩一下啫。咁咧，但係今日咧竟然喺現場俾我哋見到呢只嘢，原來咧。唔知系同一千胎有关喎、啊，打到明写住嗱，不过尊重下其他设计先。啦 ，Kango 呢个都好正、啊、，OK 正、啊，因为其实原来佢个设计系有几多可能可行性啊？呢度啊，其实好多 like 噶，之前阿 Kilo 掉咗出嚟之后咧，呢只好多 like， 就系呢个 S Ring 变大咗一比六噶啦，变咁大只，冇错啦。其实曾经都问过嘅，其实好多公司系应该系接洽当中咧，就系、是、咧，究竟可唔可以将 S Ring 变大一比六咧？哈哈，咁而家咧可能都。叫做部分城市啦，哇！咁啊，真系原来都几多可能性，所以有啲朋友话一比六啊，走下坡，唉，梗有高有低噶啦，系咪咩？我唔讲牌子，好多唔同嘅系列产品都有高有低，咁其实你要玩嘅仲可以再玩。好，咁我哋其实咧就开始咗一阵嘅，我哋头先就呢个题目就已经海洋堂啊，听日啦，我哋讲啊，再重复一次啦，听日啦，我哋会约咗啊工协收一嘅社长咧，就会做个开幕典礼之后咧，我哋会直接啊。第一次訪面工協啊，工協社長係啦，海洋堂嘅。咁另外就會約咗飄飄跟啦，台灣嗰邊咧都會訪問嘅。咁仲有好多 ID Production 嗰邊咧，好多嘅設計師會繼續約嘅。嚇、啊，咁今晚可能仲會做 live 嘅。咁咧我哋點咧？我哋停唔停咧？一刻放低嗰啲嘢先。放低嘢先，我哋停一陣再做 live， 因為我嘅題目係寫咗海洋堂 and， 跟住唔好 and 太多噶嘛。好，一陣間見，唔該。